Hello, Maya. Hello. 我真的非常高兴有机会跟你讨论一些问题。我从日本来自，我特别喜欢看音乐剧和芭蕾舞。今天很高兴跟你一起聊天的机会。在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不像普通的日本人，有可能你就是喜欢旅游，你去过了很多的国家，你的性格思想比较开放。其实我有一点点意外，因为我是 I 人。如果有很多的人的话，我比较喜欢安静的听别人的说话，在日本的时候也一样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出去玩，跟别人交流。这个可能从你看我的性格开放的部分，然后我觉得通过了解别人的看法，然后加深自己的选择或者想法。现在我在外国交流，别的国家别的文化的人一起。你的家庭比较大，因为你共是五个还是六个？五个、有可能这个也有对你的性格的一些印象。我有四个兄弟，所以我从小时候比较独立的生活的感觉，不用妈妈爸爸的帮助，自己决定自己的选择那种的感觉。然后我喜欢照顾别人。如果我去日本的话要注意什么？我建议如果来日本的话不要坐满员电车。是因为在日本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坐地铁电车的人特别特别多，所以对旅客很危险，不习惯，因为大家都站在自己的旁边，很近很近，就是他们有可能可以偷东西。偷东西的人没有，可以摸的人也有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多，但是人和人的距离特别近，特别近，所以我也不太喜欢。然后特别是旅游的话心里特别大，所以不方便。晚上的话有什么事女孩不能一个人观光，比较危险，比较危险。日本人的女孩也注意自己的。那外国人也需要比较注意自己。对，特别是只有女孩一个人，两个人也不太安全的感觉。好，在日本可以吃什么东西？拉面。拉面。拉面原来是中国的食物，但是在日本已经发展了，然后有很多种类的拉面。我最喜欢的是酱油的味道，味噌、豚骨、猪肉的。昨天我们喝茶的时候，你说你们有那个鸡蛋啊，鸡蛋肉。对呀，那种的也推荐。如果你去伊萨卡亚，伊萨卡亚是在日本一边吃饭一边喝酒的店。在上海有很多日式的餐厅。对呀，有点像那种的地方叫伊萨卡亚。伊萨卡亚的话有很多家庭的料理，里面可能有那个鸡蛋的肉，然后有一点妈妈做的菜一样的感觉。关东煮那种的东西。好的。
一边吃日本菜，一边喝日本的 sake。 哦，真好。为我分享一下日本的传统。我介绍一下日本的胡胡，叫 kimono。 有的是比较正式的胡装，可以穿结婚的时候，然后毕业式的时候，千年式的时候也会穿。其他的是穿夏天的和合也有，叫 yukata。 夏天去 festival 的时候大家都穿 yukata。 正式的 kimono 的话，比较传统的，有很多颜色，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我成人式的时候穿蓝色的，下面有很多花，质量特别薄，是因为一般的和服 kimono 是特别厚的。如果夏天穿的话很热，是啊，对。所以夏天的 yukata 质量不一样。在日本流行的是外国人来日本旅游的时候也可以穿和服 kimono， 然后逛逛街。这个也特别好的体验，我推荐你。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东京 Tokyo， 是因为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中心。对，然后有很多有历史的建筑。我特别喜欢的是东京江周边附近，因为东京江附近有很多有历史的建筑，然后现代性的建筑也有，所以你如果走路的话可以享受东京的最新的东西和有历史的东西一起看。跟上海差不多。差不多。然后我觉得很干净。干净啊，干净。So clean。 这个也很重要的。对。你觉得我就是如果我一个人去的话，我可以做日本的朋友？当然可以。可以吗？日本人比较性格都是害羞害羞，但是大家都喜欢，肯定喜欢跟外国人交流。但是大家都害羞，不敢搭话。跟日本人搭话的话，大家都开心，开心，开心。年轻人的话，大家都一定的水平的英文可以说。但那个 beautiful 可以听得懂。对对对。但是大家都不习惯说英语，所以看起来有可能不开心的样子，但是没有不开心的人。是的，是的。OK， 有意思的。我的朋友来了。Hello。回来了。你染头发？是蓝色的。对。谢谢。你可以教我日本有趣的一些东语。对，我今天给你介绍一个句子，就是读空气。读空气用英文的话 read the air。 意思就是空气是气氛的意思。为了不尴尬，需要判断状况，配合气氛。看自己周围的情况，自己也配合这个情况。日本人不太喜欢与众不同。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做别的动作，有点尴尬。比如说在教室里面，大家
安静的上课的时候，我一个人一直大声的说话，或者一个人一直回答老师的问题的话，大家都觉得他不会读空气。大家都安静的话，我也要一点点安静的上课。啊，这个端语很重要的。对对，我觉得这个，代表日本人的想法。哦，在日本，现代年轻人的特点是什么？我觉得，日本的年轻人都追求自己的个性。现在大家都喜欢看手机。在日本也是。大家都重视 APP 里面的自己，从别人怎么看，所以大家都追自己的东西。因为最近流行的是宅男宅女的句子，因为大家都喜欢自己都有喜欢的东西给别人看自己的生活。对对对，就是其他人的看法很重要，是这个意思吗？对，如果我喜欢电影的话，当然总要自己看喜欢的电影，然后也重要，我如果看我去看新的电影，去电影院的话，想装 APP， 那个自己的照片。别人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那个人喜欢电影，所以天天去看电影院。这个最重要。他们就是做其他人喜欢做的事。对，那有可能跟其他的国家也差不多。对，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希望世界是差不多一样的。我自己觉得像这样漂亮的照片也重要，但是经验很多事情更重要的，不用都想装照片然后给别人告诉自己做什么。说的有道理，真的。这是现代世界，所以变化很大。真的没办法。我在日本的时候不太喜欢用那种的 APP，但是来上海之后，如果用那种 APP 的话，大家通过我的照片更了解中国或者上海的生活怎么样，所以现在我喜欢用那种 APP。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发照片视频的时候，就是想介绍其他国家的生活什么的，不一定是我的生活，就是国家的风格怎么样什么的。上海地道的人，对，怎么样？对，那种感觉。每天的生活怎么样？对对对。你们在日本用的是哪一个 APP？ 大家都用 Instagram， 然后 Line， 用 X。X， Twitter， 啊 ，Twitter， Twitter， 也需要的。我喜欢看韩国的电视剧，idol， 所以如果用 X 的话，可以知道那个韩国的情况。你去过了韩国没有？去过，去过了。哪一个地方？首尔。好玩吗？好玩。因为感觉韩国和日本文化很近，所以
基本上没有困难。嗯，坐地铁的时候，然后买东西的时候，方式都一样，所以很方便。嗯，那中国跟日本有一些差别是不是？嗯，我来中国之后，刚来的时候没有中国的电话号码和银行，这么困难。银行，对对对，没有电话号码和银行卡，对，的话不太方便。嗯。大家都有 APP， 像支付宝，对对对，微信、支付或者买东西、叫外卖都是那个用手机，所以，得到电话号码和银行卡之间不方便，都不太习惯 ，APP 也都不一样，但是。知道这两个的话非常非常方便，在日本也有，最近不太用现金，有的时候用手机支付。手机什么 Apple Pay 或者APP， no， 然后信用卡也、就是、是日本的 APP 还是什么？对，日本的 APP， 就是跟支付宝是差不多的，差不多。那如果对外国人来说，他们可以用什么 ？Google Pay 也可以用，然后信用卡也可以用了。中国不一样，中国全部都不一样。对对对，对啊。你本来为什么要学韩语？汉语？汉语？是汉语？韩语？汉语？中文？中文？我。其实原来喜欢中国的文化，我小时候在日本有一个乌龙茶的广告，这个视频我印象深刻，然后我的妈妈也喜欢看中国的电影或者听音乐，所以我也不知不觉收到了妈妈的印象，我也喜欢看中国的电影。然后日本和中国很近，但是我觉得我中学高中的时候觉得不太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或者文化，所以我想更了解，所以决定上大学之后开始学习中文，终于来了中国。哦，你觉得在日本有很多喜欢学汉语的人？其实大学里面有很多大学要学习第二外语，然后他们选的是汉语，比较喜欢选择汉语。因为有汉字，日本人平时用汉字比较easy，容易，对，习惯的，所以大家都觉得比较容易。那我要选择中文，但是实在日本的汉字和中国的汉字，有的是很像，相同的部分也很多，但是，中文。要学习拼音，然后声调，这个拼音也跟日语全部都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你看有可能是啊，我认识这个字，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读，是不是？对对。要不要学英语？当然要学。第一个外语是大家都英语，所以从小学。到高中大家都学，大学里面也有英语库，但是对选择第二外语中文的人很多，但是真的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我觉得不太
那么多，不太多，不太多的。有什么原因？那个历史的问题还是？其实我小时候的电视里面的中国印象不太好。但是现在也是吗？现在已经很特别快发展了，所以实在完全不一样。但是童年的朋友们里面的印象不太变了，所以我觉得，我也觉得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也有可能想，如果他们去中国，中国人对他们不好，有可能一些人这样想。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国家政府的关系、政治的关系有一点点复杂，话和政府不一样，government不一样，那个国家都有不喜欢别的国家的人，看那种的人的想法的时候，大家的印象也不好，那种的关系有一个理由。我觉得如果你就不喜欢什么地方或者人，有可能你就是不理解这个方面。我觉得对中国理解的机会很小，因为那个用的 APP 不一样。最近在日本特别流行韩国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去韩国，然后介绍韩国的生活怎么样，有很好的东西，那种化妆品很好，头发很可爱那种吧，视频有很多，所以通过那种的视频更了解那个国家的事。但是中国用的 APP 不一样，所以了解中国很难，所以大家都没有对中国了解的机会。所以呢，我现在想一想那个想装自己的照片介绍上海real life， 有很多有最大的我来上海第一天，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已经写过中文，但是不知道怎么说对对对，然后上海的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坐地铁，怎么去学校，怎么打车，那种都不知道。所以到学校宿舍的时候特别特别累，我想回日本东京的干净的地方但是慢慢习惯，然后中国人和留学生的朋友们都对我很好，大家都有热情然后好意。我其实来中国之前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最近有一个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有可能中国人不太喜欢日本人，但是来中国之后大家都帮助我，然后有的时候用日语打发こんにちは那种的，我特别特别开心，我改变了中国的印象。对呀，我觉得中国普通的人都无所谓。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不客气的文化，亲密亲切的感觉。在学校旁边有到一个世世大概80岁的中国人的世世，他听我们的说话听起来他们是日本人，所以他
跟我聊天，聊天的时候，他说他去过日本，有好的会议，然后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的交流，不是那种那个国家的那种的历史那种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人和人的交流。我也觉得这样，然后他说欢迎来上海，来中国。哦，真好。特别特别特别开心，经验过增长。拜拜。拜拜。是不是很可爱呀？可爱。卡哇伊。卡哇伊。最后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它是特别重要的。可是有点哲学的，你觉得我们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喜欢考虑那种的问题。这个人生不需要特别的东西，特别的事情。早上起床，吃好吃的东西，喝咖啡，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跟朋友、跟家人聊天，然后再睡觉，这个是就是人生不必要特别的事情。人生不是一条路，有很多选择，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来判断自己的人生是怎么样。自己。做喜欢的事情，自己觉得开心最重要。Life is a journey， 开心就好。有的时候很着急，需要自己特别的事、特别的经验。但是，平安的过日子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你觉得你将来生活会改变你的想法？会改变。我的理想是固定自己的想法，跟别人聊天交流，通过交流，自己的想法也要很多改变，然后家乡。但是我不想忘记。自己觉得幸福最重要，这个不需要比较。你觉得人生呢？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是你自己的幸福，因为如果你自己不开心，那你让别的人也不太幸福，然后你的生活有可能比较困难。每天都有可能你会遇到不好的事情，是这样。世上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可是他们还是不幸福。那对，这个情况最困难的。因为就是你自己不知道需要怎么做让自己幸福。照一照，你的幸福在哪里？要看自己的东西。我那个留学过别的大学，中国的大学，但是为了疫情的影响不能来中国，在日本一个人上网课。那个时候我特别沮丧，那个时候我发现我现在沮丧是因为我的目标是来中国学习，但是看现在的情况的时候，会自己喜欢的学习，可以学习中文，然后我在家跟家人一起过，想吃的东西随时去换，然后想吃的地方我可以去，这个就是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来中国学习，这个是不能得到。现在有的情况特别幸福，所以我发现不要自己不幸福。你让我感动。在上海做自己喜欢的事。
吃好吃的东西，花钱。嗯，对对对。谢谢。我特别幸福认识你，真的。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对对对对。